常常想着要回头。对，就是就对，这个暑假连续这样，连续每个五天五天，这是三天哦，但其实我们是五天五天五天这样跑哦。然后我们其实在台北还有这样五天重叠一天，他说交给你了，我先去台中，这样连续三场在跑，对，我蛮累。另外一个同学这样，你是交给那个培培，培培，哎呦。哇，你怎么知道？哦，果然是老鸟。老鸟，好，还没有那个朋友吗？